在要吃，啊，无你去。袂啦，煞见有着无？无啊，总共伊十暝无转去。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啊，无啊，囝来几暗拢无转去。无啦，有啥代志？我来走。兰迪，兰迪，查某囝是我生的，伊的个性我真了解。伊是脾气较歹，也毋过伊的心肝真好。阿母甲你拜托，你的年岁比伊较济，事事行行，你着小顺利一下，吼。找拢无，好的头路找袂来，歹的头路又搁看袂上目，食了这个过头才出来这头路，真是足歹命。小林凯明仪应该嘛下课。我无伫厝里，毋知因食有饱，穿有少无。你下课啊？阿爸，我去吃。恁吃啦。阿爸，你不爱吃，好我吃。好好好好，别抢别抢，恁吃吃，爱记去做功课吼。哦。阿爸，你去找阿布等来好不？好了好了，赶紧吃了啊。阿爸，恁家做做好吃呢。敢唔惊到斗阵会一世人吃苦？连弟，你敢知我想啥？知啊，你想样个嘛？其实我无五万公要住到老厝，我只希望会当参像另外同款，自由自在，四界去吃草，然后生一款羊妹妹，大家拢围我身躯边，甲我叫阿母阿母。连弟，安尼你敢做会到？这尔啊简单哦，我当然嘛做会到啊。安尼，就无算一世人吃苦啊！小天，我知影我真难办，我着互你过痛苦日子，也无法保证一世人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你，一直到我死为止。哎，我不准你胡白讲。闭嘴！安尼的，到底是什么人造成的？想不到林雪健走到这地步，连今暗时买着大拢不知影。
请问咱倒位？以后拜托你卖遐尼暗卡电话来阮家吼。我知啦，无代志，拜托麦都卡电话找我好无？你明明知影是我，佫听人家挂电话。好啦，你有代志，你紧讲，我咧无用。我即摆伫搭护工，你去出来无？真歹势啦，我即摆无用啊。好，王明爹，你若是无用，来我去因家找。喂，好啦，你伫边仔咧讲等哦，好势啦。你有啥物话，即摆会使讲？欧明爹，我你害到有老无厝，你连一句关心的话也无，佮敢甲我挂电话讲你无用？你讲我是人？咱都是大人，不是囡仔。欧明爹，我连煞今日才来凄惨落听，我真是小你的底。你今日是无我一个半夜交代，我连交要报答你。请你讲话较客气咧。是你家己来找我的，我敢无逼你上？你哪会用你家己的代志怪到我这来啊？好，是我家己找你，我家己找你，你再慢慢来看，看伊安怎找你。丽芳啊，你哪会甲连城甲这晚还袂转来啦？你是？阿姆，你头拄仔讲啥？你讲丽芳啊，佮有连城做伙出去，伊是去倒啊？无啦，因两个无斗阵啦，你听唔着去啦。阿姆，我头拄仔听啊足清楚的啦，你明明就是讲因两个人做伙出去，到即摆袂倒转来啊。真正有影，你听唔着去啦。连城啊吼，对因老爸做有机，来小姐伊哦，就随走啊咧。对啊，小鬼啊，伊敢毋是讲要含你去斗阵试啥物礼服哟？安怎？伊无去哦，唔来就太了，像你稀罕。伊哦，上好只世人拢莫来见我。啊那无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好啦好啦，我再甲讲啦。嘿嘿，伫咧臭阳下，我那连胜啊，那甲连芳啊斗阵，迄阵哦，你就变臭阳。这代志刷，台湾不管怎尼话，才转来。你搁好意思讲？我叫你甲我斗三工，你都唔肯。那个大王啊，叫我一个人去整理，我好忝。雷锋啊，你哪样弄我？哎呦，拍死！我不是故意的。来来，手我手我手，来。这里啊！啊啊啊啊啊！啊！啊！雷锋啊，你真正是……安怎？是你先害我跋落来呢，你搁怪我？好啦好啦，你安怎讲安怎对啦，你无论我哪饲嘛这命啊你。好啊啦，莫搬啦。你当烦恼啊？哎，有钱要带，行啦。唔免啦，我家己要起来啦。行啦行啦行啦。你叫我要回去倒？随在你啊，你跟我无关。丽芳啊，
丽芳啊，小小你嘛要我洗洗身躯，才我回去。你出去啊！我倒不欢迎你啦。丽芳啊，咱虽然讲做阿母做袂成哦，但嘛会当做好朋友对唔？啥个是好朋友啦？出去啦！丽芳啊，哎呀，你唔通咧？嗯，啊有话就入来讲啊，你讲。阿母，哎呦，到底是安怎啦？咱规身躯安尼哪湿哩落过？还食饱未啦？食饱啦。好啦，我来烫菜，念伊好。哎，林静啊，你去先给我洗洗咧。哦，好。哎，等下，阿母，林静有伊家己的厝，你叫伊等伊洗就好啊。嗯。哎，我林静，啥个你去我房间啦？哎，拍子拍子拍子，我给你冻在房间的都有烟了。哎，哇，你是安怎啦？拢是林静害的啦。你叫伊去搬草，伊搬无一点钟吼，就伫遐化忝，对涂骹休困啊，才会不管遮尔暗啊。害我回来的时阵，规半一顿。啊，有安怎无？啊，是无安怎啊？哦，那安尼就好啦。我来听就好啦，无听就小玲吼要甲我开讲啦。哦，我听，哦好。喂。阿母，恁是跟我家联络？无啦，啊！你是不是还卡手机啊？好伊哦，就是手机啊，拢卡袂通。我唔才会想讲吼，伊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丽芳啊，你这是叫李金河啊？阿母，是谁在讲话？丽芳啊，听到无？是恁兄对无？阿母，恁是不是在你遐？你是安怎要骗我啦？你有够过分的呢！你叫伊来打电话。不。无啦，是你听唔对伊啦，迄是电视啦，电视咧播戏啦。丽芳啊，你起来啦！哈阿母，迄明明就是林星的声音啦。林星，林星，你这查某哪遐烦啦？你若唔信哦，你家己来看卖啦。开门啦，出去啦。惊啥啦？也是捌看到啊，真是。较早是较早啦，即摆我甲你一点关系都无啊！你也无卡出电话哦，你有卡出去啦？我吃的，好个，大家离婚啊，好无？骗不死。你甲我点名好啦，你若无娶丽芳哦。你后悔一世人啊！哦，阿母啊，你要去倒位啊？要来买卵啦，要倒。哦，奇怪嘞，我甲地方住无偌久，尔身体变遐歹。创啥？你哪会无穿衫啦？无啦，啊着阿母哦，将我衫摕去洗啊，我即半，借钱再还我一条，啊？我遮拢是查某人穿的衫啦，无恁会用穿的啦。大林信，你莫白比我物件好无啦？好啊，那你，对，你们创啥啦？真正拢无查甫人的衫嘞，丽芳啊。啊！你到离婚以后，是不是还是无法度将我放袂记？啊，所以拢无交男朋友啊？谁讲我无交男朋友？哦，好啊，啊那呢，林刚要出来给我看卖啊？你是我什么人哈？谁做爱给你看哈？你给我出去啦！好啊，哎，今天就要，哎，好啊，好当出去啊啦！丽芳啊，那无论安怎，好歹过去，咱也是翁仔某啦。你唔来见摆看到我，对我大声一声歹评价，好无？过去的代志，我已经放袂记哩。你若是无欢喜看我的面色，你会走啊？我是想要走啊。啊，也毋过阿母住在遮，我若是无来看伊，伊会讲我不好着。林信，
你若是还佫关心恁阿母，你就家己食过去，互伊甲恁带队住好无？我拜托你啦，你回去佮小飞参详看卖，等你结婚了后，甲阿母才回去住好无？虽然我甲阿母的感情真好，啊，不过我看会出来，伊住伫我家并无快乐，伊根本对你三兄弟佮放袂落心吗？尤其是你啦，连胜，自细汉伊佮上疼你个啊。我们是想讲哦，要将阿母接去我遐住啦。啊，不过你也知影啦，阿母根本就无佮伊小慧啦。啊，两个人一见面就了完未了啊，你叫我是要安怎？小慧是事实啊，佮再讲，伊过无偌久，就要做恁大家的新妇啊。洪太大家本来就是应该做的本分啊。好啦，我听你的话。我回去以后，我会找小慧，我参详一下。真是的，当然嘛，真是的。跟你比起来哦，我是足见笑的。不过阿爸在生时阵哦，拢伫侮辱你，讲你是阮外家上较有孝心。过去的代志，不讲迄要创啥？哈！我娘娘！小慧啊，你来这是要创啥？伊明明都已经跟伊离婚啦，谁还敢跟你哥哥弟啦？玉玲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啊！你心头煞袂啦，这个查甫啦，根本不是我歹滴的啦，你来爱哦，做你去叫啦，你个动作不？我才不是稀罕的，你唔免假啦。你讲的是一套，心肝内想的是另外一套啦。你卖两寸讲我唔知影，其实哦，你千万得话，你想破坏我跟连胜的感情啊！我啦，你都要来出去，够煞袂啦哈！你怕我？我跟你有，都干到为止啊！你想我怎么样啊？小伟，小伟啊，小伟啊，小伟啊！你听我解释。哎。小伟啊，小伟啊！爸，你看完了，什么代志了？啊，麦克，麦克。来来来来，真是谁给你欺负？啊！哎，你的面哪安尼啦？是谁给你拍的啦？是，紧甲我讲啦，到底是什么人啊？阿伯，原来是你哦，偌年轻啊！你愈来愈不是款哦，也未结婚，你就开始起脚动手啊？你甲我讲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来来来，你甲坐。坐着讲，我听，到底是为着什么代志？你讲啊！你啥物都唔免讲啊啦！咱两个人到这为止，你即马跟我出去，我也无想要再看到你啊啦！小妹，你顶头安尼啦，我是只是去你家做些代志，我跟你保证，我以后绝对唔敢。我袂听，我袂听。小慧，小慧，你妈的，小慧啊！你就先和伊讲好清楚嘛。啥物都唔免讲啊啦，爸，你是伫外口有另外一个查某啊啦。啥话啊？伊怎么外口有另外查某？无啦无啦，我哪会有啦？啊好啊，我认识你，你真正好大胆啊！恁两个还没结婚，你就开始乱来啊！我真正是无啦，是小妹伊误会我啦。啥物误会你？我亲眼就看到你伫杨丽芳的房间内底，两个人搁在做伙，你两个人袂见笑啦。你这么讲丽芳哦？敢是你的情妇？阿伯，我甲你保证哦，我甲丽芳一点仔关系拢无啦。伊是来找我参详阮老母的代志，啊，伊希望讲哦。我甲小慧结婚以后，会当将阮老母带到东来住啦。你别笑笑啦，爸，我甲你讲，你妈妈甲迄杨丽芳两个人哦，斗阵欺负我呢，我袂甲伊妈妈住做伙啦。你讲的是真的哦？嗯。哎，你甲我讲，你甲你的情妇真正无血缘感情？绝对无的啦。
啊，你想看嘛，丽芳的个性，遐个倔强，搁遐个固执。啊，当初我是为了小慧的代志，甲才离婚的呢。伊要哪可能搁爱着我啦？对吗？啊，无唔对，伊真正是一个足有个性的查某囡仔。小慧，那安尼讲哦，你恐惊是搞误会啊啦。小慧啊，恁两个都准备结婚啊啦，啊，搁一日干唔吵吵闹闹，要哪会使安尼呢？唔是阿爸无要替你讲话，查某囡仔人，巴肠哪会使安尼下啦？卖干嘞，一日干唔想东想西。你既然准备要嫁予伊，你来相信伊才对。爸，你哪会当相信伊讲的话嘛？明明哦，都是伊做唔对啊！阿哥，伊妈妈啦，伊妈妈明明就一个人吼，雷神第一又在放因当，阿哥伫个目睭紧紧在讲白贼。小慧，我不准你对未来的大家这么无礼貌。就看早就看袂出来，讨厌我，所以就改许尤丽芳两个人吼，做伙来对付我呢。小慧啊，我是做这个心歹去，你这嘛爱有一个心理准备，伊的脾气足歹啦。等你两个结婚了，你就再苦啊。哦。小慧啊，小慧啊。无甲囝斗三工，我想讲小慧也来，若看到哦连胜啊、甲丽芳啊因两个人斗阵，一定会真生气。啊走嘞，啊都甲咱连胜吼解除婚约。你想袂到连胜啊，足无路用啊！丽芳咧甲等嘞，煞去入去个查某，不过一世人是做甚物歹事定？天公伯就安尼来伫咧责备我，连我上喜欢的新妇丽芳啊，伊都不爱我做新妇。阿母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设计。丽芳啊，我阿母，你哪会安尼做啦？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啦，啊，不过感情的代志，希望无法度勉强啊。虽然我无法度做恁大家的新妇，啊，不过我永远是你甲阿爸的查某囝。哟，我知啊，我知你足友好诶。好啊，时间无早，好困啊。嗯，紧困啊。阿母喂。甲恁入去餐厅早餐的时阵，所有的代志拢是安排好势以后，我只要伫你的身躯边开嘴唱歌，安尼就有钱通好摕。我阁常常怨叹伊伤过憨，毋知影甲头家争取合理的薪水，想袂到我即摆却连一个工课拢找无，身上的钱嘛开甲差不多啊。过安尼落去，我是要安怎较好？
小玲、明义、明尊，恁过了好无？敢有食饱？敢有穿有烧？有乖乖听阿爸的话无？阿母对不起你，我无资格做恁的阿母。你那点么子困啊？万一感冒要安怎？紧去内面困啊！阿爸，你的腰袂？啊？我第个有包，我去带吼。小玲啊，你的腰袂？跟我同齐吃好无？没啦，我巴肚袂枵，你吃就好啊。爸，阿母是毋是真是不爱咱啊？小玲啊，卡叔公，你妈妈真正不爱插咱啊，阿你变安怎？哎，讲早面啊！爸爸跟你讲算笑的嘛，好了，别讲，别讲。唉，恁阿母哦，痛爱就是恁这三个囝，伊一定会转来的啦。乖哈，别讲，别讲。恁阿母哦，伊袂歹伫这个家的啦，伊一定会转来，伊一定会转来。爸爸是讲真的，爸爸不骗你，你阿母啊，一定会回来。哇，啊你不要紧啊，你明仔日要帮忙哦。你想要找工作哦？是啦是啦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啊。看你汉仔嘛袂歹，应该无问题啦。啊你什么时阵上班？哎，明仔日应该袂。明仔日是应该啦。啊！我今是八点就开工啊，你也较早来。明仔我一定准时的啦，多谢。想你的，你知影无？也毋过，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。
是阿母做的呢。刷机，刷机，刷机，刷机。真来过呀！我就知影，伊袂将阮放袂记的。帅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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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帅哥！我对不起你。我无遐面通见你，真是的。来，少杰，少杰，爸爸，快快快快，你先落啦，阿秋姨，你有看到少杰吗？无啊，我今日也无看到啊，伊有转来哦。恁弟啊，你看少杰敢有转来是？有。啊，这么人呢？哎，你看摇头有啥物路用啦？唔着紧啊，找伊转来。我跟你讲哦，一个家庭无查，绝对是袂用的啦。所以这查某囡仔是袂嫌你啊啦，甲你生三个囝，都好替你去走树趁钱。哎呦，无地找啊啦！虽然讲吼，甲你老母较袂合，也毋过吼，要替你一世人是伊，毋是老母呢。少岁啦，还佫少年，你嘛少体谅伊。无你嘛是讲伊吼，还佫一个遮细汉的囡仔，哎，你弟啊，啊话袂讲，我就出去走，哈。连弟、小弟、明姨、明珠，我真是足思念恁的，恁知影无？连弟，我真是无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，是安怎你都是唔肯相信我？你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照顾我的囡仔，好无？材料吼，到底啥时阵会送到到？你嘛甲我讲一个时间啊！啥？三天了哦？喂，你爱我的工厂停工，等你三天哦？我来讲啦，你听我斟酌吼，我搁予你三点钟的时间啊！啊，你若伫下晡两点进前哦，我无看你会会送到到吼，我绝对去看伊告你啊！啊，你还唔相信？咱再再试看卖。真正是气死人！明知影我伫等伊的材料，伊跳到安尼伫刁难我，实在无错。你来啊！总经理，火鸟办公室的原料得要用完啦，咱毋知影政府公司的货啥物时阵才会到。我已经叫因下晡两点进前，甲货送到到啦。啊，你去甲火鸟办讲啦。讲叫伊甲所有的工人讲，讲今日会留来加班，知影无？是。较早来讲过，迄间公司的信用问题，你偏偏咱毋是，即卖怎个？你阿电骗啦！就是讲哦，我今日用骗哦，你后下钱哦，嘛是阮国家的钱啊，管你啥地带啊？好啦，我卖过来用咧呗，我卖当面吃啦。一个叫高阿信的人，
伊伫你个工厂做代志。好好，有啦，我拜伊啦。伊在工厂做领班嘛，做要十年啊，是一个真有责任感的人啊。因讲受伤了后，伫咧厝内面休养，到今嘛，伊个脚阁无法度行路。你是安怎变安尼一般？害我老娘变成一个这么无路用的男人，每日醉生梦死，看某在吃饭，搁爱看伊外家的面色。一晚面，我真正吃袂，这款日子我无当搁过落去啊啦！在这家做事，这比滚生球真危险嘛！我知啦，我会小心。哎，阿你，阿爷，阿来扫干咩？我问看嘛。哎，阿来遮烧啦？无啥啦，小可感冒啦。啥物都无啥，你人在发烧呢？阿爷，你老实跟我讲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你甲阿嫂唔是咧餐厅咧走秀的？是啊，本来是踮咧餐厅走唱，要不最近时机歹，无啥钱通赚啊。来遮做一挂小工，加减赚一挂所费啊。哎呀，我是我，将咱罗家祖先拢败了了，这害你的负担遐尔重。阿辉啊，莫阁责备家己啊啦！迄生意做失败，嘛毋是你欢喜的啊！阿兄对你有信心啊，即摆新公司哦，你一定会赚大钱的啦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我阁要转去做工课啦。阿辉啊，拜托你一件代志哦，千万毋通甲别人讲我踮咧遮的代志，好。阿兄，稍等。小平今摆敢若我无百块收，我出一块，你先。无喏，你怎？哎呀，阿兄，你先退去啦，歇两工，我加勤一块，较保重，吼。阿伟啊，阿伟啊！晋江牛是你来做主，我来做主。今摆材料运运来，唔管外换，今仔日哦，一定要把这个工课完成，知影无？江处长，你敢有算过？完成这部分的工作要多久的时间？上无啦，二十点钟。你要爱这工人，卖吃卖困，加班到天光哦。啊，无是安怎？拄只恁因加休困三四点钟安尼，啊，这摆小看者，这嘛是应该啊。这款无合理的要求，我实在讲袂出来。而且咱这工人，大家都有家庭爱照顾，除非苏先生甲讲好，啊，若无是无可能留落来加班的。哎，我开始请你转来做了，还是咧做假哦？啊，你也无材料通管理吼？上好是趁早洗头咯，倒去吃家己啊。洗头路就洗头路啦，非定哦，有你这种头家哦，我早也无想要做啊啦。哎，干嘛啦？干嘛？开走！你拢不准留伊啦，我都唔相信哦。有钱请无人，恁大家恁拢来留来加班，有听得无？是嘞，阮后生等我倒一暗班，我无到通去加班啦，我嘛要来走啊，我要回去照顾阮老母啦。对，我嘛是啊，我来加班啦。哎，你别去走啦，我不准你走，你来走。我太多，哎，再来啊！你无去倒，你无转来上班。
我是有你这位董事长在就好，我无在有啥物要紧。我就知影，你个舅妈无让你做董事长，所以你逐天哦，就莫做代志啊，跳到我看人去欺负的对无？真像你这厉害的啦，小人甲天照打，敢要欺负？哪会发生这款代志？就是你胡老板啊！我叫伊加班，伊哪唔肯，搁在家内面头前对我大声声，把我闹开啊！胡老板敢是这款人？伊本来就是嘛！伊想讲哦，伊是老板，家人拢听伊的，所以就惹不起的。我都唔相信哦，有钱请来就比较好的人。你敢信我？对啊，我叫伊回去吃家己啊！秀萍，我想到一个人吼，真适合这份工作哦。谁啊？我着迄个高阿成啊。哦，我知影，就是较早你工厂迄个领班对无？哎，老爸阁为着医药费来办公室甲你理论。就是伊啦，伊会能力真强，一定当将你交代予伊的工作做了真好啦。啊，不过，亲像伊种粗人，敢袂听我的话？会听你的话啦。秀琴，算我甲你拜托啦。当初时哦，伊为着咱的工厂受伤，我对伊感觉真亏欠，我想要甲斗相共。你得答应我。嗨，我答应会用的啊，啊，不过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做你讲。我爱伊甲工人找回来啊，只要工人肯回来上班，肯听伊的话，那呢，我就可以做领班啊。这无问题，一定做会到。嗯。